诸位同学，请坐。好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059页，1059页，从第六行下半段看起，第六行，又青龙人王经书。三月，从这看起，这是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书，也称为青龙书，是唐朝时候梁鼻法师所作的人王经的注解，这里面对于世尊发愿有简单的解释，佛法、正法、相法、末法，他是有教有行，有德国证，名为正法。有教有行而无国证，这叫相法。唯有其教，无行无证，这叫做末法。这个解释也非常之好，完全从实质上来着眼。有教有讲经的人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佛讲经，许许多多的弟子在家出家听经学习经教，能将经教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，有行有证，证是证果，从小乘初果到大乘菩萨，确实有证，这就是正法时期。一般说1000年，也有人说500年，两种说法经论上
都有依据。啊，佛常说，他的法运12000，啊，12000年之后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就消失了，完全没有了。啊，经典也不存在了。啊，那么佛灭度到我们今年中国历史上记载的是3041年。啊，中国老一代的法师居士都用这个纪念。啊，那么佛灭度到今天是3041年，啊，跟外国讲的不一样，外国说的是2557年，啊，相差有600年，啊，不一样。那么中国人重视历史，重视考据，啊，所以我们相信过去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说的是有根有据，啊，应该可以接受的。那么1000年之后，就第二个1000年，众生的根性比不上前面。唯有，啊，这个是有教有行，没有果证，这叫相法。啊，相法呢也是1000年，有教，有修行。在中国，我们看到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正是释迦牟尼佛的相法时代。禅定成就，啊，所以禅宗在中国非常普遍，寺院庵堂匾额上都看到禅字，啊，禅风啊，鼎盛，这是相法的初期，相法的末期逐渐衰了。讲学的风气兴起来了，那就是教，啊，华严、天台，啊，三论、法相，都是讲经的法师，有讲经，有听经，真正修行的人很少，啊，正果的人没有了，找不到。这是相法，啊，末法时期呢，唯有其教，无心无证，啊，佛灭度2000年以后，我们现在不但是我们现在，我们往上去1000年，都是属于末法，讲的人有。讲的人还不少，啊，因为我们往上去推，可以推到宋朝、宋元明清，都在末法，都是释迦牟尼佛末法。那么宋元明清历代的些高僧大德讲经教学，留下来这些资料
啊，他们的著书我们看到了，有不少啊收在大藏经里头。这就是有教，唯有其教。学的人呢不认真，认真修行的人很少很少。啊，纵然认真修行，除念佛往生之外，没听说正果的。啊，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没听说。啊，阿罗汉就更不必说了。这叫末法。末法10000年。那么这些年当中，啊，已经过了1000年，后面还有9000年。9000年末法是什么样子？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就这个问题向张家大师请教，大师告诉我，9000年当中，有兴有衰。啊，在我们之前，宋元明清是兴，啊，清朝末年之后到现在，这是衰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兴衰。将来呢，还会兴起来。啊，兴起一阵子还会衰。那么这9000年呢，要兴衰很多次。根据过去的经验，大概每一个1000年，前面500年有兴的现象，后面500年的衰的现象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正碰到第二个1000年，啊，第一个1000年末会就衰。我们见到了，现在摔到底谷了，不能再摔了，再摔会灭亡了。啊，应该有复兴的现象。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在国际上看到的缘分，佛家讲法缘，这个法缘呢？是个新的法缘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经历非常痛苦。啊，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，遇到佛法了，摔到基础。从什么地方看？寺院里面内部斗争，啊，古人讲起哄，内部起哄就是内部斗争呢，这摔到基础了。一个道场里面，争名夺利，互不相让。我看过，啊，看到了了，很痛心。中部有个寺庙，请我讲解。啊，这个道场是新建的，比丘尼道场。啊，老比丘尼，人很慈悲。啊，他的徒弟都是出家人，啊，为建道场，每个人都很努力，很团结，啊，到外面去募化。道场建成之后，这些人起哄：我花的钱比你多，我要做当家师。那个人说：“我画的缘也不少，
啊，我做智克时就在互不相让，天天吵架，甚至于打架。我在那里讲经讲不下去了，我回到台中见李老师，把这个情形告诉老师，老师说不要去了。我说经没讲完呢，没讲完没关系。啊，两个人住一个小精舍，都常常吵闹。啊，这是佛法衰到极处，法快要灭了，这个现象。啊，彼此不能包容，功高我慢。嫉妒、排斥，啊，这是我们看到现在道场里的这现象。啊，虽然不是每个道场，但是确实有。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确实有，我亲眼看见过。啊，所以这么多年来。我对佛教的前途是抱着悲观的。啊，有几个人真正发心出来修行，啊，发的心是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没有啊，不是发这个心啊。啊，确确实实有一些是逃避现实。啊，出家人的生活比较安定。啊，希望求得自己的利益，而不顾别人的利益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能去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看看《无量寿经》就知道了。极乐是大乘，大乘是菩萨，经上讲的清清楚楚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才能往生。那只有一向专念，没有发菩提心，不能往生。欧益大师讲得很清楚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在信愿之有无，信愿是菩提心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，品位高下，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能不能往生在菩提心？到极乐世界品位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说得好啊，说得简单清楚明白。我们要记住啊，啊，菩提心是什么？我在美国的时候，净宗学会这个称号，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，啊。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，希望我在外国建立。啊，念老提倡在中国没有建成，他老人家就往生了。啊，只提出这个名，没有建立，希望我们在外国建立。啊，我在美国、加拿大那一段时期，啊。那个地区有30多个净宗学会，
啊，我给净宗学会写了一个缘起，提出行门五个科目，啊，敬业三福。这第一个空，六合；第二个空，三学，就戒定慧三学；第三个空，第四个科目是六度；第五个科目是普贤十愿。啊，修净土的同学，这五个科目一定要做到。那如果做不到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念佛也不能往生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念佛是易行道，也不是那么容易啊，还是有条件的。啊，不过这个条件是我们人人可以做得到。啊，那八万四千法门的条件是要断烦恼证菩提，这是我们一般人真正做不到。我们选择法门，选择我们能力可以做到，我们会有成就啊！往生就是成就，就是正果。往生就是正法。啊，从释迦牟尼佛的正法转移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正法。极乐世界只有正法，没有相法，没有末法。啊，往生就是正法，不能往生就是末法。啊，往生必须这行门五科一定要做到。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弟子规做起。五门里头没有弟子规啊，有。弟子规在哪里？在孝养父母。啊，敬业三福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四句，这四句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。啊，没有弟子规，这两句话是空的。啊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。啊，道家的感应篇。后头一句修十善业，十善业道经。啊，所以我称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道经。落实我们敬业三福第一条，根本的根本。啊，这个东西没有了，念了一辈子佛，到最后不能往生，不能怪佛菩萨不灵，怪我们自己没根呢，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打地基。房子盖起来就倒掉了，这个根重要啊，千万不能疏忽。那今年印度尼西亚，我们叫印尼啊，这个国家中小学的学生，全国不是地区的，全国落实弟子规，把弟子规列入
必修的课程。他们教育部主管中小学教育的这个官员到香港来看我，告诉我这段事情。那么现在《弟子规》的课本已经翻成印尼文，印尼文跟马来文是相同的。问我怎么教法，我就问他，你们有多少个学校，有多少个学生？他告诉我全国有学校15000多所。学生素质就太庞大了，这个国家人口2亿3000万，现在全国推行《弟子规》，到哪里去找老师？他为这桩事情来问我。那么印尼是个岛国，过去瓦西德做总统那一段时期，我常常到印尼去访问。那么他们连到的三个总统我都熟，到哪里去找这么多老师？所以我告诉他，首先要培训老师，至少要200-300个人专门教弟子规的。老师怎么学法呢？我介绍他一个科目，就是蔡黎旭老师细讲弟子规。他一共讲了40多个小时，有光碟也有文字。首先把这个东西翻译成印尼文，翻成他们本国的文字，开一个班集训，必要的时候我会请蔡老师过去指导，然后让这些老师在各家电视台网络用远程教学，学校里上课用电视，只有这个办法。要不然15000多所的学校到哪找老师去？那么这种教学的方式就是完全用光碟、用网络、用电视教学。最初倡导的是澳洲，我在澳洲也很多年，我对他们的这个方法很了解，能收到很好的效果。老师要不要？老师要，老师要经常不断培训，一届一届的培训，让这些老师担任这么多学校里头，让他们巡回去考察，去督导，考察学生的成绩，督导教学，就能收到效果。
啊，更进一步的，这是印尼回教大学，印尼是回教国家。啊，校长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们想从今年学校正式成立一个汉学院。汉学院是专门研究中国儒释道。我们在马来西亚建立一个汉学院，没有想到他们学校正式建立，好事。那为什么学校建立汉学院，将来可以拿到汉学院的博士，有学位的？啊，马来西亚的汉学院将来能不能拿到学位是未定数，啊，要国会同意，要政府的领导同意才能做得到。啊，回教大学这样做的太难得了。啊，那么马来西亚拿不到学位的时候，可以到印尼大学、回教大学去拿这个学位。啊，那么将来看看我们中国国家能不能办一个专科大学。汉学啊，汉学专科大学，专门研究汉学的啊，用传统的老方法、老的理念来教育啊，培养一批真正一流汉学家，帮助全世界。啊，中国现在在全世界许多大都市都建立了孔子学院，硬体有了，软体没有啊。啊，汉学专科学校或者是汉学院，这里都培训人才。软体有了，真能配合得起来啊，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传遍全世界啊，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，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中国汉学传遍全球的世纪。我们这些年来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努力有没有可能呢？有可能。为什么？我们第一本书《弟子规》被外国人接受了，我们没有劝他，那么自己自动自发的啊接受了啊，群书之要精选的篇就是360啊，第一本由英语翻译本在全世界流通啊，得到的是好评，没有一个看到不欢喜的啊。那么第二次应该最近这1-2个月可以流通
我们相信3年之后应该全书都可以翻出来。啊，先翻英语，再翻其他国家的语言，让它流通全世界。啊，我们期望中国传统文化确确实实能帮助联合国化解冲突，啊，促进整个世界社会的安定和谐。我们努力干这个事情。啊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坚定信心，我们没有为自己，啊，名闻利养丝毫都不沾，啊，真正是大公无私，为国家，为民族，为人民，为全世界众生的福祉。做一桩好事情，如果掺杂名利在里头，好事就变成坏事了，啊，那就很难成就。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正法会跟大乘佛法在一个时期兴旺起来了，啊，传统文化衰了200年了，也衰到低谷了，没有人讲，没有人听，没有人学习。啊，现在慢慢有新奇的迹象。这是好事情。唯有其教，无形无证。这个教是教科书、经典。现在大藏经印的很多。啊，我们印送的将近10000套。啊，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、寺院，还有一些教堂。送给他们收藏，所以经典不会失传。啊，中国的四库全书、四库会要也不会失传。这是有教啊，但是没有行，没有证。啊，没有乘船的人，没有把它发扬光大的人，这还是不行啊！啊，所以办学、培养人才，这是当前第一桩的大事。啊，我们鼓励真正发菩提心的佛法讲圣人，啊，菩萨出现了，
儒家的圣人出现。发现在四库里头学一门，一生专攻专好，果然是一门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我相信10年之后，他就变成全世界第一流的专家。比如说学易经，在易经上用10年功夫的世界顶尖，这真正汉学家。学习论语，10年专攻这一部。学习孟子的，专攻孟子10年也专攻一部。他真的钻通了，彻底搞明白了，用中国老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，虽然没有老师指导，自己会贯通。人有本能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他讲的这些经跟谁学的？没有人呐。虽然他年轻的时候有12年到处参学，他那些参学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他所说出来的经典是真实智慧，没人教他，从哪来的？学了12年，他放弃了，他到菩提树下去入定。在定中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49年说出这么多经典，极乐世界是他亲自看见的，在这一会当中，他以他的神通道理把极乐世界展现出来，给听众个个都看见，不是假的。听众不但看，不但看见，听到阿弥陀佛说话，还可以跟佛对话。佛没有妄语，经上记载的，我们要相信啊。无形无证，这是末法了。到经典不存在了，叫灭法。这还有9000年之后，最后消灭的一部经典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。《无量寿经》最后面说明，《无量寿经》度众生是最坚实的，坚固真实。你只要遇到它，条件真心真愿，没有怀疑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
啊，真正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末法里面的正法，跟阿弥陀佛的正法就接上轨了，从这个正法就入弥陀正法，机会不容易得到，我们很幸运遇到，希望这一生不要空过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，放下万缘，这个世界什么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啊，要把这一生看作梦幻泡影啊，梦幻泡影是绝不可以留恋啊，全是假的，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通通是假的啊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。下面说至于正法、相法、末法所经历的年数，诸经之说不一，有很多种说法啊，都有根据啊。古德呢，多才正法500年，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之说。设末法为10000年者，如大悲经上所讲的故知佛法住世尚约有9000年也。那这一句是华念祖老居士的总结，那么正法灭时，广指相法与末法，当前正是末法之时啊！我们现在要知道啊，此时之众生善根熏浅，不如前人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细心冷静观察，我们这一代比不上上一代啊，跟李老师啊，跟上一代比差很远。那么李老师他们那一代要再推上去一代的时候了啊，那就是下联句啊，没关系，他们这一代又赶不上啊。杨仁山那真是大德啊，这是走下坡，一代不如一代。你要讲什么原因？社会造成的啊，社会给我们带来的许许多多障碍呀！啊，从科学上来说，这个社会是进步啊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。从精神生活上来讲，从道德上来讲的时候，是大幅度的退化。
啊，我们跟上一代比，上一代的人，那孝顺父母、尊敬祖先的那个观念，比我们深，比我们强而有力。啊，我们跟他一比呀，就差很远。啊，他有100%的敬意，我们50%的敬意都不到。啊，那往下呢，更差了。肾虚，中国传统的汉学叫肾虚。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学习？真诚心、恭敬心啊，至诚心，你才能学到东西。这三个心要没有，释迦牟尼佛来教你，孔子来教你，都没用处。印光大师在文钞说过很多遍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。两分沉浸得两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，没有至诚恭敬是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我在年轻的时候亲近这三位老师，要是在我上一辈的标准来说，这三个老师都不会收我这个学生。为什么？不够格。啊，上一代的人沉浸至少可以打60分及格了，我有多少？我只有他们的一半。我只有30分的成绩，老师就接待我了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现在学生当中跟我比，我有30分的成绩，他们大概5分成绩都不到。啊，所以我比他们强啊。啊，我跟方老师学习不容易啊！全凭那30分的成绩啊，30分成绩在现在社会不好找了，他没遇到过我，所以对我特别关照了。啊，年轻对哲学非常爱好。啊，老师是当代的哲学家，啊，在哲学的是权威。啊，我跟他不认识，自己写一封信，毛遂自荐。啊，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，一个星期他回信给我，要我到他家里见面。啊，家里见面是面试。我写的信，写的文章，是用毛笔公开写的，恭恭敬敬。
啊，小楷、正楷。啊，见面的时候，我们礼节周到。啊，老师问我学历，我初中毕业，高中读了半年，就失学了。到台湾来，孤家寡人一个。啊，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没有依靠，完全凭自己一个人，喜欢读书。啊，老师听到，他头一句话问我，你有没有欺骗我？我说不敢欺骗老师。啊，完全是实话。他就说了，你写的信，你写的文章，我们台大的学生写不出来。啊，他从这里怀疑。我说老师，抗战期间失学四年。啊，国共战争，我又不能读书。啊，但是我喜欢读书，虽然没有在学校，我读书没有中断过，啊，在这了解。啊，那我的要求是希望到学校去旁听的过程，他就告诉我，就是现代的学校，诸位记住，63年前的学校。这63年之前的事情，是现在学校。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了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我听到这个话，老师完全拒绝了。啊，当时我想，我的表情一定很沮丧，啊，一定很难过。啊，老师跟我在一起坐了5、6分钟，一句话没说。啊，5、6分钟之后，他老人家开口，他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9点半到11点半，所以我的课是在他家里上的。啊，凭什么呢？后来想想，就凭这30分的恭敬心。那要没有这恭敬心的时候，啊，就没了，机缘就没有了。我们一分钱学费没有交。啊，给我讲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啊，那么这一课上完了，正好我认识了张家大师。啊，方老师是哲学，附带学佛的，不是专攻佛学的。既然佛法这么好了，我要找个专攻佛学的，找到张家大师。啊，张家大师也跟方老师一样，每个星期见一次面，啊，我跟他3年，啊，至少他会给我1个小时，啊，他要有空的话给我2个小时，啊，没有空的话1个小时，啊，跟他3年了，我佛学的基础是张家大师奠定的。入门是方老师引我入门的，这3个人少一个都不行。啊，跟李老师10年的成就的，啊，成就之后还有30年的锻炼，学而时习之，
不练不行啊。这30年的锻炼是寒英馆长护持的啊，锻炼去了，天天讲经。啊，韩英居士问我，你有什么要求的？我说我只要求每一天有机会讲经，至少1个小时。啊，有几个听众，啊，3个5个都可以。啊，这个他做到了，他替我找听众。替我找地方，啊，借地方，租地方，30年没中断。啊，我从出家了一天，就开始讲经教学。啊，白生法师邀请我到三藏学院上课。啊，那个时候我能讲13部经，在台中学的，在佛学院教书1个学期教一样，学生3年毕业了，我教了6样，还有7样还没用上，所以我对于佛学院没有好感。我在台中学经教，1个星期学一样，这5个月里头，我学了13样，通通能讲，啊，还讲得不错。古老的方法有效啊，现在这个科学教学法没效啊。啊，学生头脑都变成浆糊啊。科目很多，交叉授课，头1个小时教语文，第2个小时教数学，语文还没学会换题目了，啊，换数学了，数学还没给搞懂又换第3个科目了，所以负担很重，头脑昏沉。啊，李老师教我们。这1个月就学这1部经，没有第二部，同时学2部。老师说你没有这个能力，跟你讲老实话，你不可能学2部，只能学1样。一样学会了，这个会了是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讲给他听。啊，他点头了，这就算考试通过了，你才可以学第二部。啊，开始从小部经学起，啊，由小入大，分量的时候由浅而深，啊，按部就班来啊。啊，是有次第的，啊，这样学起来很扎实。啊，真的法喜充满了。论语上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，那个法喜真正得到。啊，所以不可以用交叉式的排课。啊，同时学好多门以上的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古人都做不到。啊，现在人心浮气躁，更不可能的。啊，一定要讲求戒定慧。啊，戒就是一门，学一门。学一门，心是定。啊，无论什么时候你所想的，都是学的这一部经。所以久久他得三昧也，
得三昧之后，他能开悟。小布，我在台中学了，听老师教的十三步，还有老师教别人，我们跟着旁边学习的，学30多步，然后转过来学大步经。我跟李老师学的是《楞严经》，这部经他讲了3年，我用3年时间学习，3年他讲一遍，我也讲一遍。这部经前后我讲过7遍，熟能生巧啊。这个巧是巧是悟处啊，遍遍都有悟处。所以同样是一部经，你读不厌，你学不倦，不会有疲倦的感觉，每一遍都有新的发现，这叫悟处。时间越久，你入的越深，你有深度，你有广的度。到底有多深？大乘经，其深没有底呀，其广没有边呢。一经通达了，一切经没有学过的全通了，没有一样不通。这是智慧，这不是知识。东方自古以来，老师教学生开智慧，不是教他记诵。记诵之学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这个话写在《论语》上。真正好的老师不重视记文，重视悟性。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。凡是记忆得来的，它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。自己悟出来的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。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把中国传统的教学的智慧、教学的理念、教学的方法、教学的一些经验集成下来，再传下去，发扬光大，这个重要啊！这西方没有的，现代中国人都把它丢掉了，不要了。那说起来，他非常陌生的，他不敢相信，对，自信心失掉了。老祖宗几千年用这个方式教我们，教后代，代代都有圣贤君子出现。用佛法这祖师大德，老办法教人，世世代代都有祖师大德出现，这就是证明啊！怎么会没效呢？所以我们相信无私可以自通。那个方法就是读书千遍，习义自见，不是别人教给你的，你自己开悟了。自见就是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
到明心见性呢，那就圆满了。那么末法我们知道了，现在我们在末法时期，末法时期有没有人呢？有。有什么人？有再来人。要没有再来人，没救了。他再来人干什么？他来继承传统，他来发扬光大，他来干这个。所以我们在1059页倒数第三行就看到了，但其中必任有过去生中广修功德，当前供佛念佛之人。现在他会供养佛，他会念佛，这不是凡人，因为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在佛法里头广修功德，现在又来了。这些人来了，我们一般说他有使命，夏莲居老居士就是这种人再来的，他的使命是给我们做汇集本。黄念祖老居士也是有使命再来的。他的来干什么？是来做基础的。我们台中李老师是再来的，不是普通人。我们是出自他的门下。虽然比不上古人，我们讲经教学到今年56年没中断。台中专门学律的国清法师也是李老师的学生。把戒律承传下来了，这是无上菩提的根本呐！没有戒行不起来。斯里兰卡的佛教大学，马来西亚的汉学院，印尼的汉学院，里面要开律学系。那么这个律学是共通课，不管学哪个宗派法门的，戒律是根本。李老师传下来的，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啊。那这什么人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修行人。这一生他是把这个法脉传下去，中国古人所谓的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个话的意思要听懂，不是你儿孙很多，儿孙很多
没有一个人能够继承家道传统的，那不算了。要里头真正有人才啊，承传家道啊，让你的家道不衰啊，要这种人啊。啊，那这种人就是要教啊，要好好教啊。佛门也如是啊。啊，上一代教给我们，我们如果没有底下一代，没有传法的，我们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释迦牟尼佛，一代一代传传，传到我这里断了，这怎么可以？啊，只要传承一个法门，一部经就行了。啊，不必要很多。啊，但是我们的心量要大。有承传别的法门、别的经论的，我们知道了，要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啊，我们建立极乐寺，任务就是在此地。啊，学儒学道，真正发心，用十年时间。专攻一步，我们都欢迎到这个地方来。啊，我们提供环境，啊，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供养你，吃住没有问题。在这个地方十年，专攻一样东西。啊，每天给我们讲一个小时，这是什么？发布师吗？我们对你是财布施，啊，照顾你的生活，财布施，你回给我们是法布施，啊，就是你每个星期，啊，这个，我们还马来西亚汉学院是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讲两个小时，啊，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的，一个星期两个小时，你一个星期学习的两个小时做报告。啊，你得去学习报告。这个报告我们可以把你录音做成光碟，是你修学的成绩。另外还有文字。啊，你的报告要写成讲义。他真干了。这个不能懈怠。你也写不出报告来，啊，讲不出来，那我们就对不起，我就不供养你了，请你出去了。这佛法叫签单了，啊，你真干，真干，我们真负责，啊，那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汉学院，因为我们找的这个研究员对象啊。是老师啊，他必须辞掉他的工作，专心的学习。那么这些老师有家了，他养家了，所以我们不但照顾他的生活，要照顾他一家的生活啊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给供养给他，这个供养足够能维持他家庭生活安定，他没有后顾之忧啊。那么这钱从哪来？马来西亚有100多个净宗学会，我要求一个净宗学会领养一个，一个净宗学会负责一个老师啊，他的一家的这个生活费用啊，这样我们经济有来源。啊，他们自己有信心，他可以专心在做学问，他不会再分心。啊，如果他想来做，家里生活有问题，他要分心，不能专心，学不成功啊。啊，那么我为这个事情。
我就想到我要设一个基金会。30多年前，我在台北设了个基金会，佛陀教育基金会。那是流通经书的，所有基金都是印书，学印光法师。现在我们办教育，要办学校，我设立一个汉学文化教育基金会，在香港政府注册，大概我回去的时候，这就办好了。所有的社方供养，通通归这个基金会。我们用这个基金会来帮助全世界有树立汉学这些机构，像印尼的回教大学，它有汉学院，我们要支持它。马来西亚的汉学院，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，斯里兰卡的宗教大学。宗教大学里面有佛学，各个宗教都有，真正有优秀的人才，在学习经济上有困难，我们平等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。可以用奖学金的方法。帮助他们，这好事啊！我们提倡的世界是一家，世界宗教是一家，世界族群是一家，世界教育是一家。希望这个世界上永远没有战争，永远没有冲突，人与人之间都能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关怀，互助合作，这地球是一家人。这是我们一生努力的方向目标。我们个人自己方向是西方极乐世界，目标是亲近阿弥陀佛。那么我在香港成立个基金会，请了5个董事，我们基金会有宗旨，有方法，有这些董事们执行。这个事情，阿弥陀佛在做，释迦牟尼佛也在做。怎么知道？设法一切祝福，现身在设法界，教化众生的宗旨是什么？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这就是宗旨啊。总的目标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的，没有说佛教徒啊，一切宗教的信徒都是众生的，没有说哪个族群，没有说哪个国家了，
所有众生平等对待。啊，所有众生平等的恭敬，没有门户之见，没有彼此之分呢。啊，佛用什么方法达到这个目标？就是离苦得乐。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乐从哪里来的。啊，苦是从迷惑里头来的，乐是从觉悟里头来的。啊，所以佛知道，要达到离苦得乐，必须要做到破迷开悟。啊，用什么手段做到破迷开悟呢？教学。啊，所以你看看经教里，你就细细去看，每一尊佛成佛了，他的教区，啊，在一个地方教导。一个大千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，今现在说法，没有中断过。啊，所有诸佛如来都是今现在说法。啊，用教育这个方法，把什么宗旨目标统统圆满了。那不教怎么行呢？那现在没有人教啊，用光碟。啊，广东、潮汕地区。潮州有个做企业的谢总，他在那里办论坛，传统文化论坛，办了三年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啊，短期的七天，长期的21天，三年不断的办，啊，没有老师。办得非常有效果，教化许许多多人回头是岸的。啊，用什么？用观地。啊，他自己带头，带着大众一起看观地学习，看完之后分享，做得非常成功。这个方法我早年就想到，啊，开一个佛学院可以开启什么课程，不要请老师，啊，我留下来的这些光碟很多，我相信有几十部经论，那就开几十门功课，想学哪个要专攻一样，锲而不舍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啊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你自然会成就。这个方法好，啊，请人，如果请的老师，知见不一样，麻烦可大了。我们遇到啊，我在佛光山教学，我告诉学生净土好啊。唐一轩老居士是参禅的，他告诉学生参禅好啊。那学生到底是参禅还是念佛呢？啊，教有那么多，有天台的，有法相的，啊，到底搞哪样好？所以把学生都搞糊涂了。
我在佛光山教了十个月，我就离开了。啊，星云法师对我非常友好，我住在台北。啊，我一个星期在佛光山上就几堂课。啊，时间大概是3天。啊，那个时候有飞机呀，他都让我坐飞机从台北飞到小港。啊，小港他的佛光山的车在那边接我。啊，非常有待。啊，我跟他建议，那个时候有130多个学生。啊，用台中李老师的方法，把学生分组，可以分40个组，3个人1个组，专攻一部经。10年之后，他们都是专家，佛光普照全球。啊，至少能够培训，不会在我下，只有比我高的讲经说法的法师，我估计。至少会出30位，这不像学校，是不像学校，真出人才，像学校出不了人才。啊，我坚持这个做法，他坚持一定要用学校、大学里头排成课程，啊，交叉排课的方法，这个我们俩谈不来，谈不来。只有我走路了，现在见面后悔莫及了。啊，一门专攻能成就啊。啊，我在早年跟李老师。专攻楞严，啊，楞严讲过7遍，啊，以后楞严放弃专攻华严，啊，从华严入净土，在华严经上看到文殊普贤。啊，法悦求生极乐世界，我才相信净土法门。啊，学53参，看到善财，善财是文殊的学生，啊，文殊菩萨的传法的弟子，学什么？学净土。啊，善财在文殊会上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就根本智。53参是圆满后的智，无所不知。啊，第一个先入为主，代表他主修的法门。念佛，啊，般若三昧，啊，最后一位善知识，这一头一尾，最后是普贤菩萨，10大愿望导归极乐，你就晓得善财修什么，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啊，当中51位善知识，代表84000法门。他门门都知道，门门都通达明了，那是教化众生，跟自己不相干，自己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有始有终。华严表这个法了，啊，那个建设真是太大了，
我讲过两遍都没讲完。第一遍讲了17年，讲了一半，80讲一半，40也讲一半。第二次讲的时候，也讲了10几年。讲到十住品，用了4000多个小时。我估计，我那种讲法，《华严经》从头到尾讲一遍，要20000个小时。怕的是这部经啊，往后没有人学了。这个是大乘佛法里头，真的是究竟圆满的大法。可是无量寿经古德说，这是中本华严；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。古德把这三部经称为是一部。说的最详细的华严，说的非常简要的，重点介绍的是无量寿经，便于读诵，做早晚课、朝暮课诵的是阿弥陀经，遂称为小本、中本、大本，大本华严、中本无量寿、小本阿弥陀经。我是只因为这个经太大了，谁能从头到尾学一遍不缺课的，一个找不到。我所讲的分量大概是1/5多一点，用了4000小时。所以需要20000个小时。人呢，很多人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，活100岁36000日啊。20000天可不容易啊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所以还是一般人能接受、欢喜接受的无量寿经。这个经对我们非常适中，不太多也不少。尤其是加上黄念老的基础。确实它可以代替华严经。那么有这些人，传法的人，这些人是再来人。故云：种诸善本，宜曾供养无量诸佛。在经文人说的，这都是说再来人。来传法的众生者，弥陀要解里面说，等觉一幻，皆可称名众生。一幻就是一下，等觉菩萨一下。一直到地狱众生，通通可以叫众生。众生两个字的本意，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
都叫众生。啊，那从这个意思来说，所有一切万物，众生两个字都包括了。啊，只是真如自性，不是众生，它不是中妙合合而生，它是本有的。啊，除这个之外呢，全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众缘和合而生的都是假的。等觉以下了，都不是真的，妙觉是真的。为什么？永恒不变的，啊，不变、不生、不灭是真的，会变。有生有灭是假的，啊，假的全是缘生，因缘生法，啊，这叫众生。说上面可以包括等觉菩萨，下面呢六道凡夫，我们全在其中，啊，都包括在众生这个名相之中。如是众生，以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，念佛修善，故蒙如来威神加持，乃于现世，现世就是现在世，现代，啊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。我们听了这句话，得到真实无比的安慰。我们今天能坐在此地共同学习这部无量寿经，这个缘分不浅啊，没有缘分的人他不来呀。啊，极乐寺隔壁这些人来了没有？没来。为什么？他不是，他过去生中没供养诸佛啊，啊，供养的不够啊，我们这是够了，分数够了，啊，才有这个缘进入极乐寺，才有这个缘分进入讲堂，我们一起来分享无量寿经。在这个法门叫如是广大法门，这法门太大了，包含了84000法门，包含了1000法门，我们心量要拓开，对这个道场要包容道场上所有一切人，啊，包括临时来参访的，要包容啊。心量要小，它就不是广大法门了。要有广大心量，才能住广大法门呐，才能得广大的受用。那佛门里面所有宗派都要包容，不分彼此，这件很重要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希望这个世界不要有战争，不要有动乱，不要有冲突，啊，
大家和睦相处多好。那个和睦相处要从我们自己做起，从自己哪里做起？从自己广大心做起。不再与人计较了，不再与人冲突了，众人看见别人有过失，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放在心上，自己生烦恼，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，错了。要学世尊，要学弥陀。世尊跟弥陀都是广大心，无量无边际的广大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圣洁受持要修。解是对这部经的理解，明白了，了解了，最殊胜的理解，你才会自自然然的接受保持。这部经的理论方法智慧你完全接受了，永远保持而不丧失，欢欢喜喜依照这个教诲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我们起心动念错了，言语造作错了，都要根据这一部经典教诲修正过来，这叫圣洁受持要修。请看经文，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，一切智智是自信本有的智慧，就是佛的智慧，我们能得到啊，因为是我们本有的，自性里的本有的，这一部经会引导我们回归自性，所以我们会获得跟阿弥陀佛完全平等相同的智慧，于彼法中广大甚切或大欢喜。广为他说常要修行，诸佛世尊，经现在说法，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落实。不但落实在极乐世界，他的分身，他的化身，遍法界虚空界。我们今天有一点点相似，我们用卫星电视，我们用网络电视，全世界他要按下频道通通都可以同时收看。昨天晚上上海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，他看到了我们这边播放的各个地方同修庆祝新年的那个光碟，
我们在吃晚餐的时候，围炉晚餐放的，上海这边同学打电话来，他们看到，我们相信，全世界的同学，对敬宗爱好的，对念佛关怀的，他们都常常在收看。我们永远在一起啊，没有分离啊。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，我们跟阿弥陀佛、跟释迦牟尼佛、跟十方一切诸佛，也是永远在一起，永远没有分开。佛在这个经典上所教的，真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我们就真干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是以我差，我差是我们，于此法门，应深勤信，切莫错过，勿当摄取受持，则可获广大一切智智。佛在此地苦口婆心地教诲我，我们要感恩，要接受他的教诲。是遇到这个法门，不但遇到，我们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一天都不间断，认真学习，这就是摄取受持的落实。那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广大一切智智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牵肠挂肚的事情没有放下了，放下就入一切智智了。可是第一步，我们摄取受持了。受持里头还有染污，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这些东西要认真，一天一天放下。如果一时放下，那是顿潮，上上根人。我们不是那个根器，一点一点放。要天天放，要时时刻刻放，放下对自己确实有好处，必定有好处，绝不吃亏。你们大家对我这些供养，我要是放不下，这一生虽然讲了几十年经，将来还是三途卧倒，那被这个害了。我设一个基金会，通通放那里去，我一文都没有了，我就能得广大一切智智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财色名食睡也，通通要丢干净的，决定不能有丝毫的沾染。这个五个字，经上讲得好啊，地狱五条根，有一条就离不开地狱，如果五条通通具足，
你还能跑得出去吗？不是佛陀，我们不知道，佛陀教诲我们知道了，知道要正干，自己解放自己，自己救自己，就是把这五条根拔掉，财色名食睡。啊，我们才能得到三宝加持，啊，才能得到真清净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